Super Junior 唱三首就累了，东海取消演唱会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击者夜整勋社。20,001,803.31。南韩夯团 Super Junior 一连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场，今一日晚间7点迎来第一场，不过才唱三首。七位成员李特、西彻、李生、神童、银赫、始源、东海就气喘吁吁，久久无法问候大家。东海更搞笑说，我们好累，今天取消吧，让场面陷入爆笑。立刻也表示，成员们都过了30岁，渐渐散发出男人的成熟与魅力，希望今晚在场的公主们能与他们 high 到最后。才开唱三首歌，立特、西彻、李生、神童、银赫、始源、东海就喘到不行，麦克风收音也相当明显。立特先说，让我们先喝一口水，没有关系吧。东海接着讲，我们好累，今天取消吧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是的，现场笑声不断。不过才刚开始，粉丝就献上惊喜应援。二楼看台区默契排出欧巴，竖一下123字样，七位成员也照做。随后全场粉丝大喊，在我心里收藏，让他们感动得频频致谢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击者夜整勋社。20,001,803.31。七位成员展现中文实力，一一自我介绍。神童高笑表示，弟弟哥哥子子妹妹大家好，说自己许久未访台，真的非常想念台湾 ELF。 东海不改一贯作风说，亲爱的宝贝们，我心爱的宝贝们。随后做出韩国流行手势收藏，惹得全场尖叫不停。随后更拿出罗马拼音的手写信，用标准中文道出，大家等了一段时间，我又回到台湾，让我想起以前住在台湾的回忆。我们今天准备了很多表演，我们一起享受吧，希望大家今天过得愉快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。突击者夜整勋社。20,001,803.31。除了东海标准的中文问候，世元也以中文说，台湾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男朋友，韩国男朋友崔世元，好久没来台湾，但是我一直想来台湾，真的，你们想我们吗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演唱会。而西彻也不改搞笑，
大家好，我是花花公子金希澈。他提到即将回归的长发造型，但因为台湾粉丝看不到，替大家感到可惜。轮到银赫时，先是说我的老婆在哪里，随后忘记台词，就走到提字机前，模样笑翻粉丝。而他最后也蹲在提字机前，用中文表示很想念大家，喊话今晚一定要制造美好回忆。最甜赞即使许久不见 ELF， 但大家变得更漂亮了，为了报答大家会用尽全力表演。最后轮到队长立刻，他笑说Super Junior 七位王子要邀请奶们公主很不简单，因为你们上班时、念书时、跟家人相处时要隐藏公主身份很辛苦，所以今晚要跟他们一起嗨翻。更表示 Super Junior 大家个个年过三十，渐渐散发出男人的成熟魅力，粉丝也以尖叫声表示认同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，图记者叶正勋社，20001803.31。Super Junior 演唱会，图记者叶正勋社，20001803.31。